再次感谢你，有日前二百多年的这个历史。发手笔写评啊，只能放个人。这几年间，他这个旅游区开发了，这来的车多了，生意好了，他的小船也换成大船了。这个来的这自然的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呢，这风土人情呀，乡村乡貌呀，开发我们这个自然的说，我们这个控制好，这叫城市好的地方。老百姓通过搞这个开这个农家乐、住宿、餐饮，这个增加收入。哎，再二是个呢。把这个城南茶的这个呢打造，这个软里子的这个农副产品就销售起来，同时呢也没得好的价钱。城市变化呀，大，越来越车越多了，生活都越来越好了啊。